今天进去一个地方，我要保平安的，我要求姻缘的，我要求福的，敬拜出力而喝。你就像去长庚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牙痛，肚子痛，啊，屁股好像有点问题，是不是挂好？从早到晚一次处理好。所以台湾的庙宇做到的是综合医院。想到这狮子狗，大家的狗一点都不威武啊！想说既然是狗，我们就找凶一点的。狗往上最凶的叫什么？有没有听过藏獒？它其实就是藏獒的形式，你仔细看一下，听过一下，它其实是藏獒的形式，对，没有错，所以它其实不是狮子。